我感觉到，有感觉到大家的舞动的魅力。然后呢，这边有几个消息要宣布。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举办那个小巨蛋台北小巨蛋演唱会，然后那次演唱会蛮经验蛮特别，就像现在在场的时候10000人都跟大家一样都戴了口罩，然后那次真的蛮特别的经验。然后我们有把它录影记录下来，放成发行品，然后已经开预购了，然后可以在宇宙人的社群平台都可以找到相关讯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年关将近，我的生日也快到了，对，我生日是1月2号，然后对，有没有跟我同一天生日？1月2号，哦，这么多，你们学校这么多怪人哦。那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你可以大声讲出来吗？那位男士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没有听清楚。脱乳之类的。哦，他嫁给我。所以，哇，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想一下好不好？我回去，我等一下我跟我妈说一下。那你是湖北科大同学吗？我通常远距离恋爱我比较不擅长。你知道我最远到哪吗？最远就是我和你现在距离，就有点太远。啊，不会，我回去问我妈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样嘛，这总是要问大人。OK， 好，然后我扯太远。1月2号，我生日，然后我们会在新庄那个场地叫 Zep， 然后办连续2场演唱会。然后其实那天还蛮多跟大咖撞，五月天好多人哦。然后其实但是我没关系啊，因为大家生日派对我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还有一个讯息差点忘记，我们昨天有一首新歌已经上了 YouTube， 叫做明天留给我，然后希望大家回去可以搜寻一下。 OK， 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之前，阿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一下？祝湖北科大40周年生日快乐！然后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有来，去年也有看到我们的警局驾手，好吗？还蛮多人的，感谢每一年都可以看到大家，希望明年再看到大家，好吗？我们最后一首歌，希望会唱的跟我一起唱，如果我们还在一起。手电筒拿出来，谢谢。好美。送给刚刚那位说要嫁给我的同学。遇见你的那天是情人闷热的天气，我们都假装没把对方看在眼里，直到你也在意整夜都无法闭上眼睛，想象我们一起演的电影会有多美的结局。打听你的消息，走在你会出现的街景，当时我的好奇让我们在人群中靠近。爱上你是生命最容易的决定，怎么可能却走到了最难的选择题。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会不会轻易放弃说好了永远不改变的约定？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会不会继续下去？也许我还是没勇气把你留在这里。消息却不敢听完每一句，此刻我的好奇是最该死的能力。梦到你在哭泣，却无法说出对不起，睁开眼才发现一切都已来不及。如果我们还
是没有心把你留在这里。今年可以接到很多跨年，没问题。而且主持人不能像你们，就是接很多场，我们只能接一场，因为还要倒数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没办法很多场。希望我们今年接到跨年，这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一定可以啊，一定可以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夫妻俩一起赚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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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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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们尖叫声带给宇宙人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合照吗？可以，好哎，可以可以。走到舞台正前方，怕你们不方便而已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到最前面。哎，也太爽了吧！有人想要跟宇宙一起拍照的吗？很近哎，转过来。好 ，OK。来看前面这台，中间这台相机。一二三。哎，你们有特别的手势吗？没有，耶吗？哎，大家一起耶哦！一二三，耶！谢谢宇宙人，太幸福了！谢谢宇宙人！今天的演唱会也太精彩了吧！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，尤其是听了宇宙人的歌？对啊。真的，我们要回去吗？好啊，好舍不得哦。对。